你虽然日夜练剑习勤，可我还是不放心。你再去跟姬大人说说，让我跟你一起进宫。万一……就是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们两个一定得有一个人在宫外面。要是我出不了王宫，你就把夜明珠交给京城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完成未了的任务。兰姨。 请你代我协助他替我爹报仇。我一定看好夜明珠，片刻也不会离开我的身边。只是你爹把你的命看得比夜明珠还重，所以为了你爹，兰姨求你暂时打消进宫的念头，还不到时机。现在的确还不到时机，所以我这次进宫。 了不起，了不起啊！朝中能与本王对弈连赢三盘的，你算是第一人啊！大王承让了。哼，要是德妃在世，美貌虽能与你平分秋色，才艺却略逊你一筹。狄仁杰，除了白玉和青芒两颗夜明珠，本王算是见识了真正的宝物。大王，臣。 何德何能，能得朗月的青睐，请大王成全我们俩的亲事。我早就说过，好女子比夜明珠更难求啊。好，本王就成全你们这对好姻缘。啊，谢谢大王。不过，本王有一个请求，想请朗月姑娘。 留在宫中多住几日。大王有何吩咐，朗月一定全力以赴。大王尽管吩咐，狄仁杰，不敢不从。嗯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狄仁杰，狄仁杰，你以为本王是什么人？会对一位高贵的淑女提出什么非分的要求吗？你错了，本王只会成人之美。 绝对不会夺人所爱。
况且在这25年当中，本王心中只容得下德妃一人，再无空隙给任何女子了。我知道，德妃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本王。可是她的灵魂出窍，过去有她孪生妹妹于妃能读懂她的心事，做我和德妃之间沟通的桥梁。可自从于妃遇害身亡，我便再也听不到、看不到德妃了。不知大王想让朗月为您和德妃娘娘做些什么呢？本王一眼就认定，她能跟于妃一样懂得德妃，所以我要带她进琉璃宫，与玉棺中的德妃面对面。请大王恕罪，朗月无能，恐怕无法胜任。朗月，大王让你试试，你就去见见德妃，或许能打开德妃娘娘的心窍啊。本王只想知道，德妃她过得如何，明不明白我对她的思念。请你把白玉夜明珠还给我，只有白玉和亲王合二为一，才能让我再世为人，才能与大王团圆，重做夫妻。求你成全我，把我的魂魄还给我，求求你。你怎么了？啊？朗月，我们还是离开季府去静心道观避避。季夫人吩咐要在你的新房隔壁搭灵堂，她寻死觅活，也要拦住你进喜堂。谁进灵堂，谁进喜堂还说不定。你到底是去了平遥王宫，还是到过勾魂殿？我看你这次回来以后，简直三魂七魄全都飞散了似的。你的脸，朗月，一定是心力交瘁，才引起伤口复发的。赴日之前给你留了药，我马上拿给你。药呢？我找过，药全不见了。啊，不可能啊！前几天我还看到，没有药。富儿又不在，也许这是天意，用我这张脸来保住我的清白，季夫人也可以放心了。现在季仁杰绝不会牵着我的手进新房了。难道是富儿？他了解你的致命处，拿你的伤毁了你，替他爹报仇。富儿只会救人，他不会害人。如果他要报仇，也会光明正大的面对凶手。况且他人现在应该留在狼嚎谷。没错。哎，一定是李强强这个见不得光的贼丫头，绝不会有第二个人。我去找他算账。居然敢挡我的路！把这个狗奴才给我拉开！是是。请季夫人原谅，朗月小姐真的身体不适，等她复原，一定亲自给夫人赔罪请安。去把那个狐狸精抬进老爷的新房，我连人带房一起烧了。你们不准过去。好，你护主心切，我就先烧死你这个妖孽。你们才是妖孽，全给我住手。
你这刁妇，你敢伤了我的新房，我就再干一个！你最好听清楚，平遥王不但答应我娶刘朗月，而且还要为我们俩主婚。有本事，去烧王宫啊！从现在起，记住自己的身份，一个厨子的女人，休想爬到刘朗月头上。 滚！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郎月，您受惊吓了，往后我一定派人在你门外严密保护你。哎，不要过来！你再靠近，我就……你要干什么？一刀剪断头发，到寺里常伴青灯。郎月小姐。 一向说到做到，季大人，等他情绪平稳以后，再来吧。我去找会晤先师。 这里又大又干净，住起来一定很舒服。但是，我总觉得你一个女孩子家住在全是男人的镖局里面，似乎不太妥当吧？只要你同意我留下来，你说，还有谁敢说不妥当？哎，我就不明白，季将军府豪宅大院你不住，非要搬到这里，总好像是在躲府里什么人似的。 马上给我现身！干嘛背对着不敢见我？装鬼吓人的是你，不是我。因为你没穿好衣服。怎么了你？ 我知道你跟富儿一样喜欢我师兄，可既然你一心想做我的大嫂，你就应该跟富儿一样洁身自爱。要是失了身，你怎么从富儿手上挣回我师兄啊？凭我的智慧，我不愿失去的谁也别想从我这儿夺走。富儿不是我的对手，况且我牺牲色相，也是为了帮助师父，才故意接近季风的。你怎么帮师父？我管不着，就是。 就是不准你在别的男人面前宽衣解带。那为你呢？也不行。强强，你站住啊！哎呀，你站住啊！站住啊！我已经承认是我偷了师傅的药了。 我打听过，师傅一定是脸上的旧伤复发，见不得人才逼到进行道观去的，都是你害的。
抢不到刘朗韵，也会狼狈的像逃窜的老鼠。把我叔叔这药给我，我会自己送还给他，大不了跟他认错。嗯，啊，你。难道你不知道师父最恨背叛他的人吗？他绝对不会原谅你的。把药给我，我会向师父承认，要是我偷的，不管师父怎么处罚，都由我代你受过。傻瓜，师父根本不会相信你会背叛他，所以你根本代替不了我。我做错了，让我自己受罚。可是我永远会记得，我欠你一个人情。那我陪你一起去，至少也可以替你向师父求情啊。别耽误时间了，咱们赶紧走吧。嗯嗯，我们进行到关键。救苦救难的菩萨终于显灵了，谢谢老天把你送回来。朗玉他，我经过禅师，听到他痛苦的哀嚎声，就和他在狼嚎谷一样。对，是天意让你及时赶回来，就像上次在狼嚎谷救他一样。没错，只有我才能救他，是天意让他对我说实话，否则。富儿，就算兰姨求你了，你先救朗月。这里可不比狼嚎谷的酷寒，也没有狼嚎谷里冰冷的湖水可以控制他的伤口不恶化，山下的温度只会加速让他伤口继续溃烂，严重致死。够了，你先救朗月，我会给你一个出乎你的意料，连朗月和金城，甚至我最信任的慧悟仙师都不知道的真相。啊，是有关我爹的真相。没错，要是我说了，你一定不会相信。可是现在真的不是说破的时候。我发血誓保证，等你把朗月救好，我就在菩萨面前一字不漏的全盘说出。好，天大的秘密也比不上救人第一。对了，把伤口抱上，我还得用你的手帮我忙，现在来不及找杜峰，只有尽量找草药。哎，快走吧。喂喂喂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不拦住富儿和兰姨把药给他？说你傻还客气了，你根本就是笨呢，蠢呢。我们不是都已经听到了刚才富儿和兰姨的话，富儿是神医，有他还用我拿药去吗？我当然不用蠢的不打自招，承认我是贼。嗯，也对啊，这样你就不用再受罚了，反正师父已经有救了，还不趁被人发现之前赶快溜走。哎，兰姨指的跟富二他爹有关的真相是什么呢？可惜佟大夫已经死了，谁也无法洗脱师兄的罪名。哎，而且更没人能化解富二和师兄之间的怨恨。哎，就连菩萨也不能叫人起死回生啊。哎，快快点。
你气色不错，腿伤也恢复的差不多了。啊，就是肺部被脓炎呛伤，不过敷了你带来的药，夜里咳的也没那么凶了。啊，那是傅儿配的药方，本来呀是给朗月治伤口的，我偷偷拿来给佟大夫服用，没想到效果这么好。啊，傅儿按照我教的药方，他自己又加上了几味草药。 对什么伤，效果都极好啊！若是我通元死了，倒真有女继承衣钵了。谢谢你啊，冒着生命危险从火场里把我给救出来。啊，佟大夫不愧是神医，才能在紧要关头闭住气，让朗月以为你已经断了气，你才能逃过一劫。哎。 第一次回春药庄遭纵火，我侥幸逃过以后啊，我心里还埋怨老天，残忍的拆散了我们父女。可这一次九死一生，我再也不怨天尤人了。若不是老天有眼，我已经死过两回了。这个地方是明光发现的一个废弃的窑洞，你可以在这儿安心的养伤。 明光啊，跟我可有缘分了，他也乐意帮我照顾佟大夫。谢谢你啊，明光，我眼睛不好，这些日子里啊，麻烦你了。佟大夫，您安心养病，绝对没有任何人会怀疑您在这儿的。哎，我知道，若我一露面，必然会惹来我跟富儿的杀身之祸。我并不怕死。 但是在这里苟且偷生，不能行医救人，才是最大的悲哀呀！我已经决定把佟大夫仍然活着的事实告诉富儿。其实朗月已经欠你们父女太多了，如果再连累你们送命，我会抱憾终生的。 富儿知道我还活着，只怕刘朗月更急于将我们父女一起除掉啊！你放心，我会找适当时机告诉会晤先师，让他出面协助你们父女离开这儿，到一个真正安全的地方，永远摆脱掉江湖恩怨。啊，谢谢，佟大夫。所以。 知道你活着的人越少，对你们父女越安全。好，好。多谢仙师救了朗月。 我能竭尽你的心念，却医治不了你的外伤，让你豁然痊愈的，当然是那位人心人术的富儿姑娘。兰姨呢？哦，富儿姑娘走后，她也匆匆出去了，想必很快就会回来的。 你有理由恨朗月和我，还有金城，因为在你心里，我们都是凶手。我答应过你，只要你治好朗月，我就说出连朗月和金城都不知道的真相。其实，你爹并没死。
一定不敢相信，但这是事实。你爹虽然挨了京城一刀，他藏身的密室又陷入大火之中。可是没人能想到，我及时把还没有断气的佟大夫救走，他现在很安全，伤势也很稳定。是时候带你去见他了。强强，怎么会是你？从小到大，我最擅长的就是假扮成富豪，然后抢他的风头，抢他辛苦立下的功劳。现在，我更下定决心要抢回京城。所以你就假冒富儿的名字写了便条，约我改变地点来这儿见面。没错，幸好是我听到了你那番独白，要不然若佟富儿知道他爹还没死，他对京城的恨意就会化解，那他们就又会变成一对有情人。我就……你就再没机会得到京城了是吗？哼，你原本就没机会，就算你再厉害，扮得再像富儿，你仍然是李强强。锦城不会爱你这个冒牌货。他不爱我，我也不许他和富儿再相爱。一个男人感情受伤害的时候，他的意志力也最脆弱，他抗拒不了我的魅力，迟早会接受我的。你狡诈的魅力永远赢不了锦城和富儿的真心感情，我不会再让佟大夫成为他们中间的障碍。我根本不相信你说的话。富儿的爹不可能还活着，否则你眼看着富儿和京城现在这么痛苦，早会把真相告诉他们的。因为富儿如果早知道他爹没死，他对京城的态度一定会改变。如果那样，就再也隐瞒不了朗月。刘朗月一心想杀佟大夫，若他知道佟大夫还没死，一定会杀他的。你的确很聪明，只可惜聪明过了头，那就是祸不是福了。粮食要马上送给施主，绕过这条小路就到了。哎，那是谁？哟，快快看看！不，还没断气呢吧？他好像是……扶他起来！快！是我，你怎么吓得跟见鬼了似的？啊！你身上怎么全是……
浑身是血的被抬进去了、啊、他受伤了吗？我就是要弄清楚他究竟出了什么事。谁也不能进去，我只想知道他究竟出了……我佛慈悲，他没有死，但凶手刀刀都想置他于死地。兰姨醒着吗？谁是凶手？让我进去问问他。我是大夫，我可以救他的。里面已经有好几位大夫正在合力抢救他了。先师，求你让他进去，他一定救得了兰姨。在没有确认凶手是谁以前，谁也不准再接近禅室。难道连我也有嫌疑？我和兰姨出生入死，相依相随数十年，我只会为他舍命啊。先师说过，你走的时候兰姨也跟着离开。兰姨被人暗算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我是跟兰姨有约，她答应我，治好你的伤之后，就在大殿门口跟我见面。可是等了好几个时辰，我也没见她来。兰姨为什么要约你见面？因为她要告诉我一个跟我爹有关，甚至你和金城都不知道的真相。什么真相？连我都要瞒着。他究竟对你说了什么？我只知道，有人在兰姨要告诉我真相之前，企图杀他灭口，只为了阻止他说出谁才是真正杀我爹的凶手。也许，凶手除了金城，还另有其人。住口！你再说一个字，我就先杀了你。金城，为了得到你，我失去了一个女人最宝贵的珍藏。本来我李强强只想为你守节，一心要把最好的献给你。我知道你根本不在乎我，你更无法还我名节。Thank you.
天，你要是洗不净我身上的肮脏，就让我永远记着，我李娇娇绝对不会白白付出，我要在金城身上加倍的讨回这代价。这边没人啊，这边也没人。哎，你做梦呢？没人。皇上除了你这头懒猪以外，还会有谁啊？对啊，只有我一个人，没别人啊。金宝，你马上给我出来！是师傅。啊，糟了，连师傅都知道了。还不滚出来！我来了。哎，来了来了。金宝，再也不敢做荒唐事了。金宝是真心喜欢强强，我才。蠢东西，我才不管你的风流韵事，我是要你进入静心道观，用隐身术搜遍寺里每一个角落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放过。嗯，师父掉了什么重要的东西要我搜静心道观？不是东西，而是这一辈子对我最最重要的人。就算把静心道观一砖一瓦全都卸下来，你也要替我找出兰姨。师兄，金城，金城，我要告诉你件事情。我有直觉，兰姨一直要告诉我的真相，或许能帮你洗脱罪名。你快跟我去静心道观找兰姨。我也一定要亲眼见到兰姨安然无恙，我才能放心。没有兰姨，我绝不会一个人苟活于世的。我们师徒，杀进静心道观去。金城，你先进去，尽快找到兰姨，这里交给我们。徒弟，困住你徒弟的不是法术，而是日月玄光，它是汇集日光和月光交汇刹那所产生的力量，它的力量大到能穿透天地间万物，包括有形及隐形的都无所遁形。以前兰姨从来没跟我提起过，慧悟仙师也精通隐身术，我和小兰原本都师承玄光名下。只是小兰还来不及学成破解隐身术的日月玄光，师父就已遭仇人杀害。之后，我决定皈依佛门，而小兰却在杀了凶手为师父报仇以后，尘缘未了，爱上了你父亲。
步上江湖，这条不归路。原来你是兰姨的师姐，我一直以为你们只是生死之交。不过，谁也亲不过我和兰姨，马上把兰姨还给我。要带她走，就以你徒弟做交换。再过半个时辰，你徒弟就会跟玄光一起消失，也会从世间彻底隐形。师父，我们快杀了这些道姑，把师兄给救出来。等小兰彻底康复了，我相信她会觉悟，佛门才是她永远的归属，她不会再过问人世间的恩怨了。爹早视兰姨为妻子，我从来把她当成母亲，就算是她死了，我也要让她跟我爹合葬。那么你已经选择决定牺牲你徒弟了？